那你就这么回来了？我怎么感觉像是刚刚吹响战斗的号角啊？我是武功尽失，我妈估计还没出手呢吧。把我的附属卡全部冻结，立即马上执行。谢谢，石静莲，过来，坐这儿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把你钱包给我。好，来，钱包给你，要啥给啥。我正式宣布对市场实行经济来源的封锁政策。为了防止你成为他的帮凶，交通卡、学校的食堂卡给你留下，其余的一律没收。哎，能不能给我留10块钱啊？你那包里还有20呢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那你就再加20呗。想得美啊！不给拉倒。你好，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世畅的快递啊？货号是20185。20185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一个。啊？这一个。这个到付时期，你这边签收一下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啊，支付宝可以吗？行。师傅，我可不可以那个现金支付啊？啊，可以。哎，好。机会。唱歌之托来向林领导报道，报什么到？我来给林姐姐当面试助理啊！啊，你给我当面试助理啊？怎么了？完了，我怎么感觉我的前途一片黑暗？不要自暴自弃，我相信通过我的一番心理疏导，林姐姐的面试将会大放异彩。来，请请请请请。生如夏花，唯有绽放。咱们应该补充一下能量。来来来来，我带了好多好吃的。来，吃饱了咱就去面试啊！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来来来，你别一惊一乍的。Hello。你好，同学有要打点什么吗？啊，是这样。你看，这个设计稿，你这儿能做一份一样的吗？看一下。同学，只要我能看清楚，我一定能帮你。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我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啊！来，先吃个零食吧。关键上面什么都看不到了，不好意思，实在做不了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办法的。就是找原来做这个图的原作者重新再做一张。我要能找到，我就不来找你了。你就再帮我想想办法。
这个实在是看不清楚，做不了，不好意思。真的做不了啊？真的是做不了，抱歉。没事，谢谢啊。这个你拿回去吧。这个算了，你拿来吃吧。谢谢谢谢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我叫林墨，我的专业是金融管理，我今年毕业。这个是我的证书。请问你五年后的职业目标是什么？五年后，那个我暂时还没想到那么远，我就是想先认真的做好每一天的工作。我有激情，我也会努力做好工作的。那你觉得你能给企业带来什么？我会努力工作，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有。恭喜你，你通过初试可以进入复试了。复试我们基本上不会刷人。真的吗？谢谢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小姑娘别客气，不过我们这儿复试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因为复试都是要人工的，所以要收一点复试费。复试费？对。为什么身边有那么多超级难搞定的人呢？连古希腊哲学家都说，人不可能两次你踏入同一条河流，可我为什么偏偏就在同一个地方我跌倒两次呢？小姑娘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大爷，没干什么呀。哟，弱智巨婴来了。哟，李大爷，您也在呢。啊，小姑娘啊，对女同志说话要温雅。下次啊，我教教你 ，How to be a gentleman。啊，谢谢李大爷，李大爷说的是，但是我们这是年轻人之间闹着玩呢，您每天日理万机，哪有时间管我们这事儿啊？整个小区的安定和谐就靠您了，您赶紧忙您的去吧，忙您的去。李大爷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。谢谢大爷。哎，不谢。大爷，我下次再听您上课。好嘞。哎呀，这大爷是高人啊，果然，邪不压正。怎么着，大早上的找茬啊？不敢。图做完了吧？啊，师大设计师有什么要指教我的呀？没指教。图给我。哎，要不然你重新画一份吧。没人画。啊？我没有带。不是你藏着。我没带，这不是我。藏起来。我。是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是猴子派来的破坏王吗？你？不是，你别在我面前出现。我，哎，怎么会有钥匙啊？我装的，留着备用。还有钥匙没？有，我家里还有三把。你听我解释，我也是为你好，因为我怕你到时候丢了进不来门，再把门给拆了。行，把钥匙先给我。好。哎，这还有我的钥匙吗？哎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很抱歉啊。哎呦，干嘛呀？碰瓷儿啊？我可没碰你啊。听我解释嘛，因为我妈
突然就出现在店里了。我妈一直想让我出国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拒绝了我妈，我妈很生气。我不小心打翻了咖啡，我又不能及时处理，我还要忙着跟我妈讲道理。我知道那张设计图纸很重要，我刚成为你的助理我就犯了这么大错误，我真是很不应该呢。现在我妈断了我的经济来源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我需要向她证明我自己可以的，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所以这次算我欠你的，好不好？你可不可以重新画一张设计图纸啊？还有，不要跟电能举报我。你欠我的，怎么要求那么多？苏大师，快快开始吧。陶景坤，啊，林姐姐，他们说那个什么，进到复试要交面试费，是不是不太靠谱啊？我表扬你啊，严重表扬，看来我对你的指导还是起了一点小作用的啊。哎呀，我就想先下来跟你商量一下，不然的话，你看我可能就又交钱了。你看啊，工资6000到4万的，那工资就是6000。工资上不封顶了，那也就是说说而已。需要你有抗压能力的，那就是需要你自愿加班，弹性化工作时间的，那就是典型的上班不谈下班谈，而且只往后半夜谈。扁平化工作管理的，就是公司还没找到 HR。欧美创业工作环境的，那工作环境肯定就是毛坯房状态。下一条最重要的，你听仔细了。面试需要交钱的，那肯定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iar， 你懂吗？ liar， 你一定要小心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你那本上……哎，我读给你听。这些都是小 case。我下面啊，我要对你进行面试问答的培训。啊？什么？你听着就好了。我说你以后啊，能不能换个人折腾，别老折腾我一个人，行不行？行，你放心，你只要现在开始画设计图啊，我保证，我就像空气一样的消失。最好是。我也是不想跟你待在一起。不是，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心不成啊，画不了。哎，苏大师，你可是大设计师啊，不能出尔反尔的。不是，你这是怀疑我的专业度是不是？不怀疑，你专业，你最专业了，你专业了可以拯救全世界。不是，我听你说话怎么那么别扭？那你还想干嘛呀？哎呀，那就看看你有没有眼力劲儿吧。你在找东西。我帮你打扫卫生，开始。诺。小婉，你这么激动，一点都没有刚回国需要倒时差的状态。张叔叔，我一点都不困。而且我都5年没回来过了，看这里到处都觉得很熟悉。哎，张叔叔，这里我走的时候是不是一片荒地呀？变化好大呀。那肯定啊，一年一个样嘛。是啊，我都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什么大人啊？你就是个小孩儿。美国法律规定18岁就是成年人了，我今年都20了。你在我们眼里永远是个小丫头。哎，小丫头，你爸妈什么时候回来？这次我是偷偷回来的，还没告诉他们。张叔叔，你可要替我保密啊。保密？那好，那这几天有什么事你随时告诉我。有事也不告诉你，都说了要保密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。隐私权，
好，好，好，隐私权。好好打扫啊，别留死角，打扫干净了，别想着偷懒儿，一会儿我还要检查呢。说你们现在小女孩这口红啊，还跟钥匙挂一块。你别碰这个。干嘛呀？还泡模拟口红啊？要你管。莫名其妙。你知道这票有多珍贵吗？你知道这个票有多难弄吗？啊，这可是李清平的画展啊！李清平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们这种艺术白痴，你当然不会知道李清平了。你喊什么喊？大不了我赔你。你怎么赔？这票不卖的。你等着，我肯定有办法。慢点儿，秦婉，畅畅，哎呀，笑死你！你总算回来了，哎呀，快让我看看，哇塞，这姿色出落的，让小姐姐我惊愕一堪呢。我觉得你再这样待下去啊，有危险。你看，你一出现，我们学校男生啊就要集体沦陷了，接下去啊就是集体分手。哎，看你说的，哪有啊？
哎，那些别看了啊！哎，还有那边那个，这妞是我的。我越看你，我越在想，为什么我不是个男的呢？走吧，姐们今天不上班，带你去看看祖国江山，先熟悉一下 Chinese food。走吧。OK。哎，李总。哎 ，Mary 姐，这是你女儿给你留的东西。这小屁孩儿，欢迎我们朝夕合璧，温柔可爱，美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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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美丽，此处省略一万字美丽的秦婉同学归队。秦婉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学校有名的小奶狗唐颖坤同学。秦婉姐，你好，给姐妹们倒酒。好好好，打开。来，这是我铁瓷儿。林墨同学，小婉你好。你好。Hello， 怎么了？哎呀，云哲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！快坐，学长好。你好，坐坐坐，赶紧坐。来，学长。来，坐坐坐坐。哎，学长，谢谢啊。哎呀，也就秦婉才能把你叫出来，我平常见你一面比朝圣还难。什么话？你这不一个电话我就来了吗？啊，云哲哥。小婉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今天下午刚到的。哎呀，也就秦婉一个电话，才让你校草兼学生会主席兼建主席高材生分分钟现身。好好好，我认错，我自罚。我们秦婉姐可一直都是唱歌嘴中的完美女神，那绝对是魅力无限呀。哎，秦婉姐，我听唱歌说你在国外都待了好多年了，你们那儿是不是都是帅哥美女、阳光海滩呀什么的，一定有特别多男生喜欢你，对不对？这得是多完美的男生才能配得上你呀。欢哥，话好像有点多哦。我过来，到这边来，倒酒，冷静，快。哎，秦婉姐，你们那儿是不是特别多好吃？还好吧。今天真是又有校草又有国际小美名，两位都在此，夫复何求啊！来来来，酒打开了吗？那我呢？那我……你别吃，干杯干杯干杯！来干杯干杯干杯！幸会幸会！欢迎秦婉归队！欢迎小婉。拜托你了，好，我和我朋友说一声。哎，张叔叔，记得我们的约定，隐私权。嗯，再见。搞定了，唱唱。小婉，嗯，画廊不会也是你家产业吧？嗯，我也不太清楚大人们的事情，可能是我妈妈觉得好玩吧。你就是我的天使啊！那行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嗯，好。在你的神力相助之下，姐要去办件大事，我走了。拜拜，注意安全啊。嗯，拜拜。
妈，我不去读博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决定了，放弃保博的名额了。明哲，你知道妈妈每天辛辛苦苦的为什么？啊？妈，我不想去德国。你知道妈妈每天辛辛苦苦的为什么？啊？明哲，妈身体好着呢。我跟你说，你给我出国继续读书，啊？明哲。你什么都不要想，啊！你就给我出国读书，你就给我出国读书，妈妈有的是力气，多多干活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啊！听我说，我想早点工作，不想你这么辛苦。妈妈不怕辛苦，你不懂啊。妈。就算出国读博又能怎么样？我有能力可以照顾你了。方哥，你这又是在干啥啊？看不出这是个亮闪闪的水吧吗？哥们要开启人生的新篇章，人生就是为了梦想而展开的舞台。有梦想就要去做，敢梦，敢追。哎，那要不然你直接去西藏洗涤心灵去啊？我才不去呢，会晒黑的。想好要开什么水吧没？这人呢，有精力，有审美，有欲望，他才会有故事。我要开的是能讲出故事的水吧。我看呢，也会有事故。可可香奈儿说过，人生会过去，但风格会永存。地段一定要好，出门随手招车，还有几家餐馆，不然我自己做也行啊。你自己做？这别人做饭都解饱解馋，你做饭这要人命呢。喝前喝后。都要有东西填饱肚子吧。水吧的入口一定要有一种特别哇塞的感觉，这样才会有人拍了照片发网上吸引客人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店长的一种情怀，情怀，懂不懂？不懂。就算没有清景泽，也要有拉夫格吧？很难。清景泽？旅游？切。我的目标是星辰和大海，我致力于开创90后的避风港，00后的好望角。哎，说子，切，没眼界。哎，这是哪儿啊？小不点声。不是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啊？就这，翻过这道阻碍，前面就是画展。你想的办法就是让我翻墙啊！我这么大一个设计师，干这么幼稚的事儿啊？36计，唯有此计，大设计师。再见。哎呦，一个大男人连墙都不敢翻。总之呢，办法我是想了，不敢翻那是你的问题。回家记得画设计图纸哟。说话不算数的是小动物。就你这么弱智的办法，我连脚趾头都不会去想，好不好？那你可得给你脚趾头买份保险了，小心哪天被人踩。你到底翻不翻呀？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，装得那么紧，来了又不敢翻进去。我翻。你翻啊，翻快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上去啊？知道知道知道。哎，
你小心点啊。看什么看？我看白雪公主跟亲你。哇，太漂亮了！我跟你说，嗯，这可是民国最后一位传奇女画家，民国美术圈的萧红。李先生啊，是民国美术的失踪者，中国最早一批西画的前行者。他具有鲜明标志和个性的泼彩法，与同龄人波洛克的低画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身处伟大的中画和西画交融、冲撞、吸收的时期，他的艺术之路充满了让人唏嘘的四季轮回。其中既有春天的美好，夏天的盛放，也有秋天的收获和冬天的残酷。李先生，终身未嫁，始知艺术，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一位女画家。这么厉害啊！哎哎哎，你别靠太近，你别碰着画。这有画框。你给我照一个吧，谢谢苏设计。行，谢谢啊。嗯，可以啊。哇！嘿，哎，你别闹，好好看画，增加你的艺术审美，知不知道？艺术审美，哎。下去。不是，哎，能不能找个梯子，还是怎么下呀？大晚上去哪儿给你找梯子啊？再说了，我们也没有邀请函。要不时间不够的话，我得给自己画张邀请函。别老这么磨磨蹭蹭的，赶紧下去吧。不是这才哪？哎呀，有人来了！快快快！啊，快！有人，快快快快快走走快走快！对对对，快点，你也快点快点，快躲起来，快点快！晚上很快，先快，你先下，快快快快快！你从哪儿过来的？有票，有门呢。你，啊，哎，你这，哎呀！石畅，你手机好像响了。哦，快接电话，这个电话可以接。我接个电话。接电话，主人再来。喂，苏设计，大周末的，
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有事儿，我快递到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是让我现在快要去取吗？我现在人在郊区，不在市区啊。然后呢？我现在有事儿走不开，你去帮我拿一下快递。不是，我在郊区跟人打球啊，大哥。我伤口到现在还疼呢啊。行，您的满意就是我的追求。地址在哪儿？东西很重要啊，你要核对清楚才签收。我是真有事儿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让你去的。好，仔细点儿。你还有什么吩咐？忘了。怎么了？我又要去跑腿儿。人为榨汁机，我为大橙子。嗯，要不我陪你去吧？别，天大地大，大不过你的终身幸福啊。而且你一会儿不是还和你的云哲哥哥约会吗？我还不了解你，你见他还不知道捯饬多久呢。嗯，行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嗯，好。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怎么了？有事儿？没事。高手来了，我们去切磋一下。走吧，小心点儿。嗯，请多指教。搬家公司了，大哥，点完了吗？啊，对，这些都是你的。哦，要吧。怠速器，电喷，哦，化油器。1、2、3。在这签字是吧？啊，对。谢谢啊。那个，快点把货移走，一会儿我们要卸货了。啊，这。啊，谢谢啊。啊。去哪里弄了？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哎呦，哎，哥，您可不可以捎我一段啊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海曙湾山。就你自己？那些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们去江北，咱们也不顺路。顺路，顺路，顺路，特别顺路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。不是，我们的车上也没地儿啊。有地儿，有地儿，特别有地儿，我不需要座位的，师傅。那行吧，看一下吧。谢谢师傅。还是喝可乐，还有运动饮料，还有橙汁和梨汁。够橙汁。够够够，哎，来，接着。给。我是给你带的。接着。没关系。喝这个果汁，我自己榨的，用了4种水果的。快喝。好喝，哎，你都出汗了，我来帮你擦汗。我来，小婉，谢谢。
明哲哥，你看我这汗流的。哎呦，你看我这汗多的，快淹死人了。队长，你看看我这儿的汗呀，来擦。不给你们擦，你们擦。好。你热吗？我还带了风扇。凉了吗？小婉，你是哆啦 A 梦吗？你这是百宝袋吗？是呀，大雄。哎呦！走吧，咱们吃饭去吧。好啊。哎，云子哥，带上我呗。还有我，下午继续啊。哎。